好，现在剩最后30秒，赶快来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，好吗？来，刚刚有同学在问这个无法增加图片嘛？哦，所以如果你的这一边就是这边比较多，它有物件，就是你现在是免费方案，所以它有物件上限，你就可以先把一些什么这些场景把它丢掉，这样了解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同学问到的是这边，就是他说，诶，有这个问题。哦，所以我讲话速度不够快，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到了，有没有？噔噔噔噔呢、啊，上课了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好，他说我遇到这个问题，有没有？他说，哎，什么那个 key 的区间 key 斜线的区域已经怎么样？没有办法移动，你要在这个以外编辑。这个指的是下面这里，你看，我也他抓图，我也抓图给他看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又是。斜线就指前面这一段斜线，有没有？就是它的进场或什么出场的那个动画了，因为它这个已经用到什么非常快的嘛，所以你要再缩短就不行，这样了解吗？它已经进场的那个速度已经很快了，就没办法说再让你去调整，好，没办法再让你调整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哈，就是前面这一块，如果它有这样效果的，好，再我看一下上面这里。好，有没有像这一种的，你就会没办法去动它，除非你把它加长，时间把它加长。你看我这样一加长的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区间就变长了？好，就动画的时间会变长，这样您了解的哈。好，